那我就把它卖一块钱。Boss, burger satu。我是华人，电告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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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顿burger好不好吃？当然好吃啊，不然我买七粒啊。好吃，打掉哦。挺好的，很好吃，很贵。哎，海鲜哥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海鲜哥当然是来这里吃海鲜啦。这里是卖 burger 的，哪里有海鲜？哎，这里不是石斑鱼 burger 吗？best。Hello， 老板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 Sunny Wong。听讲你这里的 burger 有非常多款，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好，我们这边有鸡肉，有牛肉，有肉蛋 burger， 有双肉蛋 burger， 加 cheese， 还有一个是海鲜 burger。很多人 comment 说你这里的 burger 会比较重，味道也很适合华人的口味，不一样不一样哦？不一样哦，我们是用 Ramly burger， 真正的 Ramly burger。我们用70克，外面的人用50-60克。我们的蔬菜是新鲜的，切好洗好，全部放水柜。等要用的时候拿一点一点出来，等顾客吃的时候摇下去会哦啦哦啦哦啦。还有一个我们的salad酱是用 five star salad 酱，洗了下搭，有点重量。有点东西，不错不错。是啦，肉蛋汉堡，吃了一年。这里还有新鲜石斑鱼 burger， 哎，好嘞没？大哦，我们石斑 burger 是非常新鲜，是我们朋友去钓鱼钓回来的，我们跟他买了，我们拿来切片，腌了，等真空包装起来。你还？到你，玉坤光。我也一副成那个啊！快点快，等一下，我伺候女神先，女神啊！好的好的，阿伯伯哥一粒，对，老板，你刚才问什么啊？哦，我就是要问你什么是阿伯伯哥。哦，阿伯伯哥是我女神取的，阿伯伯哥就是。I am double special， 双肉蛋汉堡，是两片肉，两粒肉，还有一粒鸡蛋包起来。好的，谢谢你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